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哦，今仔日有变卡冷，今仔日透早伫咧嘉义就出现差不多就16.9度的低温，是今年入秋以来平地上低温的记录。气象局是讲哦，主要是这辐射冷却的效应影响。咱台湾今仔日同款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日时啊北部、东北部落雨有变少，云有变多。伫咧中南部同款是好天，会当看到日头的日子的天气。因为东北的风带来较大量的空气，所以透早各地低温拢有下降。气象局表示，受到季风的影响，台湾沿海较快的所在，也佮有外岛，可能拢会出现9级到10级的强阵风，所以若是要去海边啊、活动，都要特别注意安全。